全球的所有资讯长都面临同样的挑战，任务越来越繁重，但是预算不见得会增加，所以他必须要去审视自己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应付未来的需要。戴尔提出来这五个属性是让每个资讯长去审视他既有的环境。第一个是叫做 workload ready， 每一个资讯设备都是来跑某一个 application 跟 workload， 它可以跑得很有效率吗？第二个是 virtual infrastructure ready， 虚拟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，帮助用户可以更有效率，但是 Dell 可以帮助您更快的去拥抱它，去运用它。第三个是软体定义，软体定义是运用软体的技术，让用户的伺服器、储存跟网络可以打破藩篱，可以共同运用，效率增加。第四个呢，我们把它称为叫 cloud ready， 不管是 public cloud、private cloud， 用户都可以运用它们来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而且效率非常之高。最后一个非常重要是叫做 big data optimized， 每一个资讯长都要面临更多的生意上面的挑战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个资讯长可以运用一个好的 infrastructure 帮助他们做决策，也帮助公司做决策。这五个属性让资讯长来审视自己是不是 ready for the future。